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。11月15号，那个一会儿川普拜川普，一会儿拜登会跟习近平通话，啊，通话时间大概晚上，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半，那北京时间16号早晨8点半，8点半是8:40，这是他们定的时间了。我个人觉得，可能只有台湾问题，其他谈不上。那与此同时呢？拜登的民意调研呢，就更加的衰败。据说共和党人的影响力呢，就是被民众接受的影响力呢，达到了40年来的新高，跟川普有着直截了当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通俄门事件。通俄门事件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在2015、2016的时候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。那通俄门事件，当时《华盛顿邮报》因为报道通俄门事件，应该得过普利策奖。那川普大概在2个星期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推文，我们节目中报了，他要求普利策呢，他在达勒姆的报告出来之后，他要求普利策呢撤掉当年的颁给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普利策奖，因为他认为那是对普利策巨大的嘲讽，普利策奖就等于是新闻界的奥斯卡金像奖。结果普利策没行动，华为华油自己认错，全改了。他说那东西是假新闻。